您好，我是老鸭说。现在是在日本横滨市前面是 JR 跟岸线的樱木町车站。樱木町站位于日本神奈川县横滨市中区。该车站是由东日本旅客铁道 JR 东日本与横滨市交通局所共用的铁路车站。JR 东日本的站址设于樱木町子一丁目，赤樱地下铁站址则设于花小町一丁目。JR 樱木町车站设立于1872年，至今已经有150年的历史。日平均利用人数高达61288人。樱木町车站广场也经常会有街头艺人的表演。樱木町车站只有一个检票出入口。因为也是横滨旅游观光的重点车站，所以站内有很多车。进站后坐车需要上很长的楼梯，腿脚不便和有行李的乘客可以利用电梯。车站站台是两面三角，两面简单的可以理解为左面和右面，就是电车的行驶方向。只要不是盲肠线，一般车站都是两面。三线是指开往新横滨青田八王子方面的横滨线，开往关内机子大船方面的根岸线，和开往横滨东京大宫方面的京滨东北线。樱木町车站的车站号码是 JK11。樱木町车谢谢观看，欢迎点赞、评论、加关注，下集更精彩。